前为学校服务了很多年，他和师生、员工之间都建立了一份很深厚的感情。今日校方特别举办追思会，为儿者致别。好久没见了，梓彤，多谢你出席这个追思会。多谢 Miss 你搞追思会就真啦，儿者咁中意学校，佢一定好开心噶。自从毕咗业之后，我都冇再翻过嚟呢度。我冇谂过再翻嚟呢度，竟会喺呢种场合。我哋永远都唔会知道未来发生咩事，希望儿者佢天家安息啦。同学，今年考 DSE 啊？咁夜都仲喺度嘅？系啊，儿姐，学校温，专心啲啊嘛。唔好话净系挂住温书唔食饭啊！知道啦，多谢你啊。同学，你有冇事啊？见有啲头晕啊！你啊，滴少少落手指，踩喺个鼻依个位，会冇咁晕噶。嗯，多谢你啊。点啊？有冇好啲啊？嗯，呢个俾翻你先啦。唔使啦，你拎去旁身啦，我屋企仲有。啊，我出去做嘢先啊，你小心啲啦。坐啦坐啦，上次啊见你咁疑魂，成日啊喺学温书温到咁夜，我琴晚啊煲咗啲汤啊，顺便拎嚟俾你饮啦，对身体好噶，记得饮晒佢啦。多谢你啊，不过我已经好翻好多噶啦。客咩气啊？你哋啲后生嘅而家咁唔锡身，考大学啊固然重要啊，但系都要睇住身体噶，系咧。你阿媽有冇煲啲湯水俾你飲噶？我冇同阿媽住好耐啦。我本身以為佢講下噶咋，點知佢真係隔兩三日就煲啲湯俾我飲，有時仲有晚餐添。佢到畢業之前一直都係咁。佢份人係咁噶啦，見到人就想幫。其實我今日約你出嚟，主要係想俾翻呢樣嘢你嘅。阿媽佢咧一直將呢樣嘢擺咗喺床頭嗰度，我覺得俾翻你會好啲。多謝你啊！我喺單親家庭長大，係姨姐俾咗呢份母愛我。我諗佢知道咗，都一定會好開心。我仲有嘢做啊，咁我先走啦。好啊，拜拜，拜拜。